非常荣幸啊，为 eWorldTrade 的这个平台做一些评论。我也是首次使用这个平台，它呢相比较于一般的 B2B 平台，会有专人服务，而且呢它的搜索更具有针对性。这个是区别于国内现在普遍的一个 B2B 平台的一个优势。其次呢，它安排的人员非常专业，能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专业的一对一的窗口服务。基本上每天都是有一个 regular communication，那么经常会有一些深入的交流，以便开展后续的项目。它还有一个定期的一个每周以及每个月的 report，那么这样子的话，能够使双方更好的了解各自的需求是什么。同时呢，它的一个网站的自作功能和搜索检索平台都做得非常棒。可以让我们节约很多的一个 IT 部门的资源，或者说专人去做网络平台的这种专人的配置，它都可以帮我们处理好。所以这个平台总体上可以使你节约很多，就是通常做贸易这个平台需要的一个外贸基础人员，因为他的人员具有比较专业的一个知识背景。目前虽然还没有成交的项目，但是我感觉还是有很大的前景在里面，因为这是一个刚起步的平台，所以其他的一些东西还在慢慢积累过程中。你如果相信他，那么就，给他一点时间，给他机会，我相信还是会有收获的。尤其是像现在全球的贸易在回暖，整个像俄罗斯市场或者说中东市场都逐渐在回升。整个贸易的趋势都在好转，总体上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平台，谢谢。